那个纳格兰有那种没有毛的，那个是那个德莱尼的坐骑，那个不一样啊。类似大象，有类似的啊，可是没有真正的大象。哎、欸，我要出什么啊？靠背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雷滋滋滋滋。啊看。耶、yeah, ，我顺了吧？希望如此的。W 哦！看蹦！人家 show something， 我要跳进去哦！我要跳进去哦！进去啊！进去啊！我保你！啊！数到九桶，把他们被一只炮娘吓跑了。哈！吃我的炮啦！我的 Q 现在可以加57伤害啊，那我魔力蛮够的。看好、哦，我要表演了哦！这是炮娘，不是所有人都会的秘技，原地跳。傻小，就原地跳啊！你没看过、哦？落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啊！救命啊！那、欸、你没损血嘞？啊？那个谁啊？纳米帮我补的啊！啊呼！我跳！啊！没有人理提莫啦！哇哦！哇！我助攻哎、欸！纳米杀人了，被杀光光了。纳米觉得可怕，干蹦！吃我的蛋呐、啊！傻小啊！傻小啊！好恐怖啊！我还是专心的 Q 兵好了。这射一下要出 AD 装哎、欸。哦，很好啊！哇！等下那个医师受到什么伤害？他会是肉痛吗？打不痛欸，他也是废物吗？基本上他刚讲那个话，我就差不多对，就大概怎样啊？他说什么？凯尔说什麼？他说组合普通，大家加油。他在干嘛？他刚刚在看戏耶、欸。看不，吃我的蛋呐、啊！不对哦，吃我的蛋呐、啊！恰恰恰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！哎，我们的恰恰比较厉害。哦，我们手比较长啊，龚慧威。啊哈！跳不走，我的发。他不看跳不
干，他们都针对我啦。而且为什么他第一件就要出那个啊？出眼睛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想要帮拆香菇是不是啊？可是也用不着第一件就出眼睛啊，伊利斯啊。伊利斯哦，应该是吧？他可能想翻香菇吧。可是也没有那么早就有香菇啊。后期经济来源。啊？什么后期经济来源？吃香菇赚钱。蜘蛛吃香菇是吧？对啊，吃香菇会长大、啊。嘟嘟嘟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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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哦、我跳送啦No 不要杀我家娜美住手啊呀我跳跳耶、yeah, 我收到一只耶、yeah. 欸、你不是可以跳走吗、啊、我本来想要去跳那个跳踢毛必须死，结果我就被他庞大的身躯撞到，然后我就下来了。没有吃到助攻，所以没有跳了。没有啦，我就跟你说，我刚刚有吃到啊，可是就是被那个被胖子就撞到了。对，妈的那个胖子，胖子，麦克风声音会很大声吗？还好啊，正常。好。吃我的蛋呐、啊！结果我被跳走，然后又勾回来，干！我被勾走了，走开啦！哇，我们好残血哦！爽啊！干！又是他！操！哇，应该收掉九，没收掉、啊，算了。妈的那个死胖子，死胖子！我拿第一个杀他嘛，操！快帮我杀那个胖子，快！哦，好嘻嘻哦，烦死了！啾啾啾，啾啾啾，啾啾啾。我靠！痛死了！哦，很难打哎、欸！对方是整个冲脸啊！靠！每次都。每次都硬的靠背，干人家酒桶也才出一个时光杖，哪里硬了啦？硬老二黑哦、喔，也是算 BAD 硬啊 ，BAD 硬的都很硬，都不好收啊，而且有回复能力的，吃我的蛋呐、啊！那是火焰蛋，呜呼！
那凯尔大局套给谁啊？哇塞！他刚好像套给自己吧？那种套给我，很好奇。怎么不套给我？我很好奇。现在明明就最具有攻击性的嘛的。没有，刚刚我扛在前面，我可以打很多伤害。他如果给我的话，我可以多输出好几轮啊。你刚有开牙吗？来蹲踢我。杀手，结果瑟雷西出防装是怎么？哦，他终于套路给你了。哦，这个瑟雷西为什么一直满血啊？啊？有吗？他吃了很多伤害，还是血超多。他魔方150呢，身上还有女妖，你觉得呢？哇，一刀爆炸、啊，好多香菇哦！那小，三颗都三颗啊，不然呢？小啦，干！怎么了？我被勾到了、啊，怎么了？好、哦，不要走草丛，不要走草丛。哇、哦！你冲他，就干他、啊！他站在你面前就干他吗？哎、啊，技能要 CD 啊！你出什么鬼装啊？出个那个、啊、冰心，这样也还好啊。还是出个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模仿那一件，突然忘记名字了。女妖啊，就女妖啊，不是女妖啊，有减 CD 啊。突然忘记那件叫什么？塞你娘的干！是呀吼！诶，为什么酒桶是你杀的啦？我在。干干、哦！他被我的霸气击杀。干霸你妹啊！霸气果实，听起来就很没用啊！人家就会的东西，你还要吃果实，多浪费！靠霸果实，靠呗！那是连胜文啊！我要出什么好呢 ？I'm the superman！ 耶吼！我去吃香菇了，听说这里有三颗，没有了，早就吃完了，好不好？你有事吗？吃掉的还是打掉的？变 low 哎，好像是打掉的吧？哇塞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瑟雷西好压哦，感觉瑟雷西好压哦，嗯，恰恰恰，不要勾我，不要勾我，我要躲在伊丽丝后面。恰恰恰恰恰恰，勾他勾他，
塞利鸟。去吃屎啊！哎、欸，我应该，啊，我又出错装了啦，烦呢、欸，一直出错装。啊，那个有眼睛的不拆眼睛，那妹子吃香菇是他妈哪招啊？感觉你们也很凶啊！啊 no！ 有人被放弃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是要被，我们就会去死的。推进去就没有打算出来了。魔法防御。哦，这件叫做，这件叫做塔阵阵啊！突然想起来了。拜拜。需要振奋让我的减息力达到40%。哎、欸，他妈的振奋只有10%哦！啊，早就改了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冷却够了，好，没事了。OK， 时光好像也有，时光没有、欸，时光没有啦。刚刚怎么40%？怪怪的。管住他！他妈的送雷之大神！送！我刚秒掉了酒桶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哦！干你娘嘞！这么舍得哦、喔？有没有觉得赚了？有没有？有啊、超赚的！哈哈！耶！yeah!耶、yeah, ，真的！好了啦，什么房什么房，然后看一个半大爆，哦、oh. ，让你们爆料。拜拜。还有什么装可以增加我的魔力的？啊，女妖面纱。女妖面纱增加魔力，女妖魔力。我看一下哪一个。就大天使啊。好吧，大天使输出来。差不多，还没顶满。没钱啊！我没有出鞋子，突然想起来了。干！俺又中招啦！难怪觉得走得很慢。哦，勇猛勇猛勇猛顽强，跑起来！框住他！哦哦哦！明明就很猛，有没有很猛？有没有很猛？超猛的，好不好？东采香菇，太猛了！是不是一格？吓死人了！你屌妹啊你啊！鸡妹。冲色蛋卷，
哦，双色蛋卷，好痛，好痛，双色蛋卷好痛。刚是好硬的，我打不痛。他有出访啊，废话。没有，他没有出，他模仿蛮低的。一三四很低，你有四吗你？哎呀，一过三五零的。哦，我又被抓了啦！干你娘，他也抓太准了吧？哦，蜘蛛滑脚，他没有人打他啊，他完全被忽视哎，也不是被忽视，就真的没有人打他，你看现在全部在追纳米，哦 ，hold 住啊，小蜘蛛，哦，蜘蛛无双，哦，坦克世界，哦。哦 Cartoon Timo I'm doing ready 等一下，刚刚蜘蛛用了什么东西打那只？他丢了一个隐形的那个，没有，就网子啊。他刚不是丢那个网子？他丢了那个他的眼睛那一颗啊，丢在那个尸身上，那个有伤害吗？没有啊，吓吓他，想要看香菇而已。我等一下决定要抓。我的闪现等一下留给提摩啊。留给提摩干嘛？直接一波把他抓掉。吃鸡哦！哎呦，你们那边处理完了、哦？啊！冲！不要打我！妈的，那个婊子！走开呀、啊！我跳进来啦！太神了！我又跳出去了！你看，我那边把提莫当狗打、啊！我要挑衅，妈的！我不说嘛，闪现在留给提莫。那谁胖子哦？靠！他冲到我面前，好笑。